多了。它不仅热，还被吸血的蜱虫困扰。泥浴可以提供全方位的帮助，粘土状的覆盖物被阳光烘干，形成坚硬的外壳，可以抵御叮咬，还可以去除蜱虫。但是泥浴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，一群非同寻常的美容师正在努力工作，他们是非洲侧颈龟。他们是机会主义者，现在正从犀牛老皱的皮肤缝隙里啃食蜱虫。两种动物的互惠互利似乎很不寻常，但整个非洲大陆复杂的生命网中，很多动物都在相互合作。